第一题，第二题是题组，如图，卡车内水桶盛水向左运动，是回答下列问题。第一题问，当卡车以等速率向左运动，则水桶内水面应为何？等速率向左运动，都牛顿第运动定律，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时，静则恒静，动则恒坐，等速率直线运动。所以我们这个是符合牛顿第运动定律，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。那么静则恒静，动则恒坐，等速率直运动，那么它应该保持像静止这般，所以水面应该是水平的，因此我们就知道应该要选丙。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，则水桶内水面应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丙。